唔提佢，唔俾佢抽水。走啊，學啟華，你超級已經攞咁多啦，你仲要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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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仲要抽。你有784秒啊，個名。但我覺得都真係幾似嘅，尤其是我呢兩嗰個造型係真係幾似嘅。即其实我哋因为我哋之后有啲 music break 嘅地方咧，其实要好大力咁样，好大力去做噶嘛。跟住大家其实系唔流力嘅情况下咧，其实隔篱嗰啲人咧就会好遭殃嘅。譬如话系我啦，即系因为我跟住接住完咗之后就要做 ending pose， 我系完全系俾佢成浪一个浪咁样冲过嚟，成块面湿晒咁样要做 ending pose 咯。但系同时间 Stanley 系好开心喺度不停笑嘅，喺度话好好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啊。所以请你解释下啦。纯粹因为我觉得效果要好。你要即係啲水花要四千咁先好睇，俾力噶嘛。咁而最開心係睇每一次 ending pose 完咗嘅時候咧，即係一嗌 cut 我就即刻擰住面幫 Jeremy， 佢就滴水滴緊水落嚟，我就覺得好好玩成件事。咁我就係左翼嘅受害者。咁我嗰個受害嘅時期咧，就係喺歌曲嘅尾段咧，就會有一 part 咧，我就同個兇手咧好近。咁跟住咧，因為係尾段啊嘛，咁係最後一個 music break 跳完之後就冇手部噶啦。因为完了嘛首歌，咁嗰个凶手就是 Eden， 佢都是凶手嚟嘅，佢令到镜头湿咗。诶，系啊，咁我就喺我喺初段嘅时候咧，未适应嗰个地面嗰个水啦，咁跟住有一下咧，向前冲嘅时候就向前踢，咁就我应该系咪唯一一个咧？我系令到嗰、那个湿咗两次，系湿咗两次嗰个镜头，咁之后再踢咧，我就已经唔敢踢啦。哦，今次我哋新歌 Inner Space 咧就系讲探索宇宙啊，就探索自己入边嘅宇宙，咁啊将自己缩细，摆落去身体入边啦。歌词上就咁讲嘅，但系其实就系想探索自己一啲可能系心理啊或者精神层面嘅嘢咯。可能去自己去了解一下自己啊，消化一下，然之后从呢个过程咧再爆发一啲新嘅能量出嚟咯，同埋可以喺一啲寻求自己嘅时候揾到一啲火花，揾到一啲有趣嘅嘢去继续行落去咁样咯。即系可能我哋如果企到好厚嘅时候，其实喺个宇宙入面我哋系好渺小嘅啫。咁其实我哋唔需要将啲唔开心放到好大咯。咁但系当如果你系微观自己嘅时候，其实我哋可能系我哋系某人嘅宇宙嚟嘅。咁其实就觉得自己好重要咯，即系可能我做少少已经令到人哋好开心啦。咁我觉得呢啲位要识得去点样放大自己，去点样去缩细翻自己，咁令到自己嗰、那个呢啲咩啊 ，quality of time 啊嘛。哇！系啊，我成日都好需要队员去提点嘅，所以呢方面 Frankie 都有啲想法。唔系我自己嘅开心系真系好简单嘅啫，即系好似头先访问之前同阿虎对望咁，都已经好足够噶啦个开心，系啊。放假是一个好好可以调节到大家，因为放假大家的开心的泉就会出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暂时。你呢打电单车。这个就是放假最好就是都是有新的假期，那就最开心了。好多，因为之前疫情关系都系停咗嘛，咁所以有啲工作都延咗期啊，所以就呢一两个月就忙咗少少咯，系啊，所以都系其实都系做翻之前未做嘅嘢啦，所以就找数咯，所以就攰咗少少咁样咯。Hello， 眼瞓哥系旧患嚟噶咋，冇事啊，唔攰啊，精神啊。因为其实我腰痛，所以通常我企得耐嘅话，我就一定要伸展下咁嗰啲，咁所以系咯，其实。系咯，不嬲都系咁，但系其实系 OK 嘅，呢个旧患嚟，所以即系有时突然间又会飞出嚟，即系可能瞓得唔够又会飞出嚟咁，但系完全唔影响工作嘅，系啦，所以系啦，唔攰亦都唔痛，系嗯，唔系 OK 嘅，冇纯粹纯粹生活工作不嬲有少少旧患咁样噶嘛，系咯，有时会痛咁样咯，不过 OK 嘅，冇事，会都系会跳到舞俾大家睇。咁啊，真系等科技合適就得，等你合適嘅，論假論派。我 rap 嗰段詞我都真係幾，真係好多謝恩生咯，因為我記得我嗰個時候係完全我好想嘗試 rap 呢件事，咁啊都問咗花姐意見啊，跟住。恩生佬都即係好爽快地就應承咗，即係好快填咗段詞俾我去試。即係我 WhatsApp 其實都有請教點樣唱，
即係都好多謝佢咯，因為自己對 rap 呢段嘢其實 Anson Lau 嘅經驗比較多少少，因為尤其是填 rap 嘅詞啊或者呢啲嘢都係佢比較拿手啲嘅，所以我都請教咗佢好多。其實我填呢個我都幾緊張嘅，因為一嚟我覺得今次呢隻歌嘅 theme 係好特別啦，咁所以要填呢個英文 rap 係同個邊要緊扣咧，其實係好難啊！咁同埋因為今次我都阿師弟係咁問佢話啊，你覺得好唔好唱啊？即係你覺得好唔好讀啊啲字咁？因為每一次我作 rap 都係可能 for 自己 solo 作品啊，咁所以通常自己作一定會自己記得入腦啲啊，好即係好唱口啲嘅。咁但係都要關注，又要同佢即係互相溝通，有冇啲字要改啊所有嘢。咁所以都我哋對咗幾次之後就係咯，揾一個大家都覺得舒服。有 work 嘅方法咁。我哋當晚啊，琴晚我哋自己都有傾嘅。咁跟住我哋得出嘅結論都係無論就算大家點樣講或者點樣都好啦，但係都我哋雙方都知道自己係各自做緊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音樂咯。咁所以其實係唔存在究竟贏同輸呢樣嘢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。係咯，即係唔係咯，就係 focus 翻喺音樂上嘅質素咯。因為其實呢個問題都存在咗，由我哋成團其實唔單止，即係其實大家嘅 fans 之間一定會有一啲可能討論啊，有一啲爭執咁樣。所以但係，我哋從來都冇因為呢一啲嘢而感情唔好嘅，所以都希望大家放心，亦都希望大家 enjoy 我哋做嘅音樂，係少啲比較，多啲 enjoy 咁樣。其實有人喜歡就一定有人不喜歡，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，所以沒有特別多想的，是的，因為尤其是入行越久就覺得在這一方面的思想都成熟了很多，大家都其實都沒有，因為我們入了行之後其實外界也都給很多比較我們，不論是我們對內你們給我們比較，或者在我們說跟外面其他人的比較都會成為一個壓力，但其實最大需要比較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，你去跟自己去比較，去戰勝昨日的自己。我覺得小黑的這份詞講很多，就是怎樣去了解自己，去理清楚自己 的本質是怎樣，然後再改善。我覺得我們十二個每個人雖然都會很忙，但都會花很多時間，夜晚夜難人靜的時候都會去思考這個問題，特別是上年調教你 Mira 之後，大家都會反思很多這個問題。個轉變是咯，即係長頭髮咯，係啊，咁啊就都學咗好多嘢嘅，呢幾年咁樣都打你頭髮咁樣嗰啲啊，心得啊，係啊，一齊嘅，一齊經歷咗好多嘢啦，咁樣都好開心啦，咁啊，會啊會啊，公司留咗時間俾我哋籌備嘅，因為都頭先咁講係一個大嘅挑戰嚟噶嘛，咁所以我哋都一早已經同我花姐講，可唔可以真係留多啲少少時間俾我哋準備啊？同埋今次我哋四面台啊嘛，同以前唔同，真係唔同好多噶。你背脊都要俾力，同埋啲方向感好容易，同埋唔係好熟嗰個方向感啊，所以一定要多少少籌備，因為我哋都想有一個好好嘅演出俾大家嘛。對於未有 solo 作品嘅成員們，其實我哋都已經開過幾次會啦，大家都掉一啲 idea 出嚟，因為其實今次演唱會我哋都希望係盡量啦，因為話曬都第三年啦嘛，盡量咧希望多啲自己 mirror 嘅嘢，咁所以我哋都其實都仲好坦白講，其實係仲開緊會嘅我哋，咁如果你問到我話節目歌嗰度，咁我覺得最緊要睇翻個 theme 啱唔啱先啦。我唔想话太压突，如果要为咗做一个 solo 而做，咁就好似唔系好啱数。同 Elton 咁讲啦，因为其实我哋都系第三次搞演唱会啦，咁第一次都系得一秒间自己一个首歌，咁第二次演唱会我哋就开始唱自己想去试嘅嘢啦。咁所以第三年我哋都系，而且嗰个舞台搬咗红馆啊，咁系一个我哋好值得好好。好認真去鋪排嘅一個 run down， 咁所以好多嘢都會跟翻我哋嘅諗出嚟想要嘅 theme 去做，咁所以唱乜嘢歌就真係要睇下個 theme 啱唔啱，即係或者我可以唱佢哋嘅歌都未定咧咁樣咯。我覺得都係以嗰個整體為主啦，即係所以可能真係有機會出首劇集主題曲咁話，咁但係如果唔啱嘅，咁你又好難揀擺落去噶嘛。咁所以即係一定以 Mira 個整體為主嘅，咁整體好睇嘅，係啦，整體好睇，咁其實大家就會好睇啦，咁咯。
演唱會玩樂器，我會在幕後玩咗先咯，即係會自己做啲 rearrangement 先咯。咁我今次其實都揀定咗玩咩歌嘅，咁就同會同之前嘅風格有少少唔同啲嘅咁樣，咁但係都係一啲音樂性嘅表現咁樣咯。會唔會玩樂器啊？咁應該都會嘅，咁同埋都希望可以做多啲唔同啲嘅表演啦。因為今年去到紅館，咁所以都想做一啲同之前有啲唔同嘅嘢，咁就大家拭目以待下啦。阿朱咧？啊，做咩？你红你会做咩啊？你有咩咩 idea 啊？佢话佢会跳舞。今次啊，可能有啲画面上嘅突破咯，谂啲故事性 film 嘅嘢去包嗰件事咯，就会好好睇嘅，即系好似入咗个 theater 咁嘅入现场嘅观众。例如我就唔讲你听，大家入场就知啦。今年嘅愿望，咁当然希望我哋嚟紧呢个红馆演唱会可以好顺利啦。即系希望大家每一个无论系观众或者我哋表演者本身，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，睇到自己想睇嘅嘢之外，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